我现在在日光东照宫的阳明门，那因为太多人排预租印的，要等半小时以上，所以我就直接买单张的，都不用等，马上拿了就可以走。因为单张的是他们之前写好的，这边也好多人，明龙药师堂，我不晓得那边有没有预租印，你等下去看一下哈。那这边你看，哇，到假日人山人海啊！